5号，张艺兴在网上抛出一组自拍，并配文庆祝新剧《黄金瞳》正式杀青。从冬天到夏天，和大家一起拍戏，很荣幸，很开心。共同走过了不少城市，留下了很多美好回忆。很感谢在这段时间里给予我帮助和鼓励的导演，所有的前辈老师。照片里，张艺兴穿着条纹西装，手拿《黄金瞳》剧本，半遮着脸，遮完脸后又遮着嘴，可以说是相当皮了。而大方露出整张脸的艺兴，简直颜值爆表，相当帅气呀！芒果拉新闻，恭喜小绵羊成功杀青，报道。